2017年11月22日，2017时尚先生年度盛典红毯，马苏黑色深V纱裙现身，仙气儿十足，蹲地减废纸，小露事业线，不惧走光。之前马苏通过微博晒俏皮美照，并自恋的写道：“有些小物看到它就会情不自禁的嘴角带笑。”那么你们看到我会开心吗？照片中马苏头上扎着两丸子头，撅着嘴巴扮米老鼠，十分的可爱。此照片曝光后，网友纷纷围观并留言道：“久违的自拍，马漂亮，最美最可爱，岂止是开心，今晚做梦都会笑出声来，美爆啦！”近日马苏发微博自砍自己被系统广告推荐相亲对象，还抛出截图证明问题真实性，搞笑配文：“嗨，我是马苏，80后文艺工作者，目测和你聊不来，还有我不看广告，只看疗效。”从马苏微博晒图中可以看出，他确实被系统广告推荐了某相亲博主，对方艾特马苏，并进行了一系列自我介绍。马苏的微博配文便是模仿该博主的语气。马苏发出微博后，该博主还评论称：“马苏小仙女见谅，看来我要把我压箱底的男神拿出来给你看看了，万一真看上了，你说怎么办？”马苏搞笑回应：“那你是媒人，要上台讲话的。”